歡迎收看新一期 Style TV， 我是 Crystal。炎炎夏日，很多女仔都喜歡穿少一點，讓皮膚可以透一下氣，但不是每個人都有模特兒的身材，沒有長腿沒有身材的話，那要怎樣在夏天露得好看又高級呢？答案就是露背了。一件富有設計感的露背衫，不單止在性感中流露出性感，還可以好好地幫你顯長避短，掌握一些穿露背裝的小技巧，你都可以很有自信地成為街頭焦點。比起露背上衫，露背裙更加可以顯出優雅的女人味，一條普通 one piece 都因而變得有個性起來。正式款式可以提高氣場，印花或者間條款式就是休閒度假的必備單品。如果你背脊有紋身，露背衫都可以是你展露個人風格的單品。如果你覺得大面積露背太過直接，中環交叉線的款式可能是你更好的選擇，除了可以更好地固定衣服的位置，又可以增加性感指數。背部交叉款式適合瘦和背薄的女仔穿，度假風的長裙經常都是這樣設計的，可以顯得清涼又隨性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電影 Breakfast at Tiffany's 呢？柯德里夏平其中一個經典的造型是戴了一條珍珠頸鏈在背後，顯得貴氣又大方。戴安娜王妃都曾經這樣戴過，將一條古董珍珠頸鏈打個結垂在身後。就是這些小小的細節令到露背裝看起來不一樣。不少行紅地氈的女星都曾經戴過 backlace， 如果日常生活中不想顯得太過濃重，可以揀一些簡單款式的 backlace， 讓背後的風景更加吸引啦。不過大家要記得戴 backlace 的時候最好穿簡單設計的衣服，很多肩帶的款式反而會顯得累贅，減低了時尚感。不過露背的先決條件首先是有光滑的背脊和美麗的背部線條，做好日常清潔和多些鍛鍊，令到身段更加美麗自信。這個夏天大家一起大膽露出美背吧，我們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